堂妹幸做歌神歌唱嘉宾。堂妹昨日就担任某啤酒活动的演唱嘉宾，她表示近两年学识饮酒，问她酒量 O 唔 OK， 她就笑住咁话：唔 OK 嘅。啤酒嚟讲，我谂我饮两杯左右，我就开始咧，即系如果新年嘅时候打牌咧，我就会开始好慢啦咁样咯。系啊系啊，饮少饮醉系咯，会点样噶？饮醉啊，慢咯，同埋笑咯。咩慢？好慢咯，动作好慢咯，即系迟钝咯，我又会系啊系啊。此外，堂妹坦言恨做歌神许冠杰演唱会的嘉宾，佢更自爆早前同对方一起表演嗰阵，同对方讲好想做 Sam's Angel 啊。我唔知道哦，可能夹紧期啩。如果系，我系咩反应噶嘛？系啊，我一次同佢表演啊嘛，阿 Sam 佢，我有同佢讲话，我好想做 Sam's Angel 噶。不过你第一次开演唱会有 Sam's Angel 嘅时候，我实在太细个啦，咁样真系嗰阵时系中学啊。然之后我就话，如果我有机会做 Sam's Angel， 我会好努力噶，咁样同佢讲过咯。咁希望系真噶啦，希望快啲同我度期。